2024万圣节活动将在10月25号到11月3号在奥兹迪森林公园盛大登场，以最能代表万圣节的南瓜乐园为主题来迎接热情的十月天。那教育局长吴立森就表示了，活动期间呢将会展出比黄色小鸭还要更大的南瓜鬼灯，更透露呢将有经典的月乐园式的游街派对，欢迎家长带着大小朋友一起变装，和超大南瓜一起不给糖就捣蛋，享受充满惊喜的狂想万圣节。